大家好啊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1月2号，我现在来到日本城拍一拍那些贺年礼品给大家参考一下。这里有些红酒啦，这边有些果仁啊，腰果啊，我们分享住这么多先啦。离开前请记得给个 like 和免费订阅我频道啊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